大家好，我叫阿尔斯努利，现在的位置是沙车县河西游乐园化学场5000平方米的超大学场，里面一定有很多好玩的，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可以帮你？麻烦你帮我拿一下一个单人的化学车。好，您稍等。青春的荣誉没有余欢的勇气，怎么看得那绝不美了。我已经登上了河西游乐园冰雪季的雪场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从这里坐上这个化学车滑下去，来体验一下滑雪的快乐。大家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来滑雪，感受一下冬天的气氛，享受冰雪世界的速度与激情。一群欢乐的身影成了皑皑白雪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滑雪场人挺多的，而且氛围也挺好的。是在学校学习时间比较长，周末想着跟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冬奥会项目，感觉来放松一下也是挺好的。让我们染金并雪，共创奥运梦想，携手运动奥，一起向未来。